哇，好长啊！可以送给我吗？你要这个干什么？我妈妈要。你忘了？她上次还让我要默默的头发去呢。你妈妈要默默的头发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妈妈说有用，有大用。哦，啊，这头发的事情是确实有用啊，主要是啊，你妈妈去替默默检查一下身体啊，用头发看一看她的身体健康不健康。啊，头发也能检查出来呀？爷爷，你看我健康吗？啊，你没有问题，健康的很呢。哎嘿，那我妈妈上当了，她检查出来肯定是健康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把我的头发给她了呀。你这孩子怎么老骗你妈妈呀？都是让王有才给带坏了。等等，谁？乔乔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把谁的头发给你妈妈了？我的呀。快走吧，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？看看看还落下什么？落什么都不要了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这车就该来了。我妈非得要让我上门催啊！什么时候走啊？现在不就走吗？你不要说，薇薇好欺负，我没那么好欺负。哎，行行行，亲家母，你别吵吵了啊！你看，我们把从此以后别叫我亲家，我们两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本来好好的吧，啊，孙子都那么大，两人可以好好过日子，没想到你们家王东是这样的东西。走走走走，赶紧走。怎么走？出事了！哎。快快快！出大错了！我跟你说，出大错了！什么错了？哎，结果错了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那个拿到医院的那个头发呀，他不是默默的，他是嘉乐的，是嘉乐的头发，不是默默的。怎么乱七八糟？我没有听清楚。你还没有听明白吗？本来啊，应该是拿一根默默的头发去做鉴定，结果呢，嘉乐一揪啊，默默嫌疼，嘉乐好心就拔了一根自己的头发交给了薇薇了，薇薇就拿着嘉乐的头发，所以 DNA 鉴定结果出来，那不就嘉乐？我饿死你！外婆，这下我非得揍你了，我看今天揍不揍你！哎，行，哥，行了，这孩子他也不懂啊，他也不对。王东，等着，王东。王东，我走了。很抱歉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，很抱歉一时的气话也造成了更深的误会，我反省过了，就算我委屈愤怒寒心，这件事也并不怪你，你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过错而受到惩罚，嘉乐更不该为了我的一句气话而失去父亲，这对你和孩子都不公平。我带着默默去做了亲子鉴定的取样，整个取样过程经过了录像和公证，是具有司法效力的。我们走。袋子里是默默的头发、指甲和公证取样证明，请你拿着这些材料跟薇薇一起重新做一次亲子鉴定，证明我们的清白。关于我的过去，你可以原原本本地告诉薇薇，同样作为女人和母亲，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，也希望这一次他能够相信你。我们都知道这仅仅是场误会，但是你理应给家人一个交代，让关心你的家人们安心。再见，王东。我替默默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也替默默说一声再见。画是默默亲手画的全家福，他说要送给你，在他心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，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请不要再来找我们了。王东。
顾青说他离职了，跟你说了吗？他说他去哪儿了？没说呀。啊？哎，对，那个他儿子那个白血病项目咱还没做完呢，这主人公没了，咱还做吗？做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咱都坚持给他做下去。搬走了，他去哪里了？哎呦，那奶奶也不知道啊。他也不想过来，怎么说走就走，连个再见都不说，他也太大牌了吧？别哭，别哭，乖乖啊！别哭，别哭。妈妈，你真的太不像话了！你不是我的好兄弟，他跟我们说好了一起长大，一起玩的。妈，那个默默生病了。妈妈带默默儿去看病去了，看完病就回来了。这个亲家母怎么能这么讲话啊？这不是亲孩子吗？当家长的讲话要讲究点原则，闭嘴。什么原则？孩子哭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有什么原则？让孩子哄高兴，这才是真正的原则。去找他们，那我把我的玩具和小零食都给默默。好，对，我把我的零食留给默默一起吃。嗯，好，我把默默最喜欢的都留给他。我也是。嗯，好，来去找。哎呀，给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不哭了啊。走了。公证证明我看了，这个假不了。明天我把那个指甲还有头发一块寄出去，跟王东的那个样本一块做一个鉴定。我要是办加急的话，明后天就能看到结果了。还做什么鉴定啊？都闹了这么大的误会了，怎么，你们还怀疑王东啊？是干嘛不做呢？不是我要看到白纸黑字，我心里面我就踏实了。结果出来了，不是我们也可以还他一个清白吗？我应该早点听王有才的，他早就告诉我，他有证据可以证明那孩子的父亲是别人。可是我告诉你了，你就是不相信。不是，结果还没有出来了，你说你现在就说这个话有意思吗？如果结果出来我是冤枉他的，那如果你真冤枉了别人可怎么办呢？不是，那问题他作风肯定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那天德你不是看见了吗？他们两个人什么很亲密的样子啊。不是，我们不会平白无辜的去冤枉一个人的。听到你说两句啊。那个，在这个问题上我讲两句啊。我确确实实看见他们两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。但是他为什么拥抱？你别说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就是因为你捕风捉影，嘴还那么碎，弄得全小区人都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是真冤枉了王东，最该检讨的就是你。哎呀，老陈，你看你不要对我这个态度嘛。我绝对是好心的，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是一片赤诚。我就是担心我的干女儿薇薇她的婚姻能否幸福嘛。哎呀，会不会是老王来了？哎呀，这个不得了啊。哎，啊，你不是说你一片赤诚吗？你躲什么呀？哎呀，避免尴尬嘛。你这有学问的人，这你还不晓得，真是。开门去啊！干嘛要叫我开门了？不要开，你自己去开好了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去。哎，他们来了，态度好点，小点声，别使性子啊。对，爸妈，龚老师，走，找龚老师来了。啊，老王，那个天德他不在这儿。啊，他不在呀。瑶瑶，听见了吗？你爷爷不在这儿，咱找不着他了。他肯定是不要你了。
他不要我，我还不要他呢，整天出去乱跑，愁死我了。可不呗，这太不叫人省心了。这样，他不要你，爷爷奶奶要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天天上爷爷家，让奶奶给你做猪肉炖粉条，咱不要他了啊。咱走了。哎哎，别别别，人在哪？人在哪？人在哪？哎，王小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挑拨我们爷孙之间的关系啊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你从哪冒出来的？我找巩天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失忆了，我就是巩天德。那喊了半天你不出来？没办法，我一开始就不想出来，我现在就出来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女，跟爷爷回家给你做粉条炖猪肉，比猪肉炖粉条还好吃。哎呀，我们走吧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呦，进来坐呀。对呀、啊，不坐了，你说不坐了。老王啊，哎哎哎，坐坐坐啊。哎，对，我去给你泡一壶上好的龙井。不行不行，龙井我喝不了，你说我这喝高沫的人怎么能喝龙井呢？那要不？喝杯咖啡，咖啡更不能喝了，我是吃大葱的人。那坐吧。不坐了，我们坐完以后，等我们走了，你还得拿酒精棉这么擦呀擦呀擦呀，太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们这次来呢是想跟你们打个招呼，我们房子租好了，行李也不多，我们就准备搬走了。还要走啊？不是爸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别走呀！那个我妈知道后悔了，还让我上楼去劝你们，不让你们走呢。别走了。不是，房子都租好了，我们东西也不多，是个说走就走，没什么累赘的。这那个，不急着走嘛，对吧？那个亲子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呢。那鉴定结果出来呢？不出来就是皆大欢喜啊！那个。我请客啊，庆祝一下我们这个一家人在一起，那个总算是一场风波过掉了。所以我说亲家，先别急着走，对不对？别跟我乱攀亲戚呢，对门才是你亲戚呢，怎么现在我们又成亲家了？那孩子没有离婚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还是肯定还是亲家了。那我大孙子呢？哎。大孙子，到你们那儿住，到你们那儿住。家乐早就想吃亲家母做的饭菜了。那咱们就不搬了。哎，不搬走什么走啊？你要住自己家的房子多好啊！不搬走了。对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亲家跟亲家母这多热情啊！那咱们就舔着脸再住下去。但是咱可先说好喽，如果以后你们再跟我掉脸子，那我还得搬走。什么叫掉脸？就是脸很难看。也不会的嘛，这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干嘛要说这样两家话？不可能的。行，那亲家母，那我们就住下去。等这个鉴定结果出来呢，如果这个默默还是王东的孩子，我们什么话都不说，扭身就走。你看怎么样？啊？不会的啊，不会有那种结果。行，那我们上去了啊。爸，那我送你们。哎，别站着了，我自己坐着。亲家母没事过来坐。哎哎哎，村村改改改，这一大媳妇叫媳妇，爸爸唱新歌呀，我不习惯回到别家。哎呀，行。哎呀，我这心里头啊，舒坦呐。老头子，你啥时候租的房子啊？我怎么知道？租什么房子？这叫声东击西，你懂吗？啊！哎呀，这儿子心里也舒坦了。哎，儿子啥时候回来呀？你电话问问他。着什么急？先跟着我到院里头散散步啊！这几天把我这心里都憋了，现在得劲儿啊！打起鼓，敲起锣。你给谁打鼓，给谁敲锣呢？你耀武扬威个什么呀你？鉴定报告他没有出来呢，他神气个什么呀他？他跟人抖起来了他。说呀，你也别那么生气啊，人家这么做呀，说明人家不亏心，是不是？淑华呀，你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态度。你说你这脾气，太急躁，太冲动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呢，你就跟人家翻脸。我看他这么做啊，哼，已经是大器有容了。他大
气有容，对吧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是小人之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实事求是的讲啊，你确实是不够大度。你说真的，我这辈子我怎么会找到你这样的人做丈夫啊？你胳膊肘是不是拐到七楼去了？上七楼了是不是？薇薇，你电话打通了没有？给王东打通了没有？手机欠费了。那你赶紧充钱呀！不是，你告诉王东，鉴定结果啊，过两天就出来了。完了，我们两家人一起去，啊，我们一家，他们一家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结果。如果他跟默默没有关系，行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对吧？我请客，我设宴，我给大家压惊。大孙子，这牙还没刷完呢。爷爷。啊。刷完，那你睡前还给我讲故事吗？当然讲了，爷一肚子的故事就憋着给你讲呢。赶紧把睡衣换上去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好，那我回屋了啊。好，您进门了。哎呀，我满天乌云散了。等那个薇薇跟那个东子回家，咱们一家人不是又像一家人了？哎，我再看一会儿啊。你看，我给他讲故事去。喂，嫂子，啊，在公司加班呢，王东在呢呀，啊，你要跟他说话吗？啊，行，那我替你转达啊，行，你放心吧，嫂子啊，拜拜。不是东哥，什么情况？嫂子电话打我这儿了，你电话没电了？他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具体的事儿，就说后天让你一定回趟家。东哥，我看你最近都住公司，你跟嫂子是不是有点……我跟你说，在公司不谈家务事啊。行吧，不聊家务。那个顾琴有消息了吗？没消息。是啊，这信息时代，想找一个人容易，一个电话就能给他定位。哎，这一个人要不想让人找上也容易，关机。哎，我说强子，你能不能别在这给我甩这些不咸不淡的片汤话呀？这是片汤话吗？你觉得呢？行，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。那个财务说了，顾青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，他这工作没干完，人就走了，工资是不是就不发了？这样吧，你跟财务说一下，就别按辞职走了，按辞退。啊？给他多发三个月。不是大哥，咱这儿也不是慈善机构，啊，咱现在公司是艰难时期，你这随便一个人就多开几个月工资，咱公司还开不开了？咱再艰难能有他艰难呀？孤儿寡母的，做点行善积德的事儿吧，行吧？行吧，那你是老板，听你的呗。大善人，工作去吧。你干嘛非要讲这件事啊？你不知道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很讨人厌吗？啊，真是的，这回说了吧？啊，怎么样，出了事啊？哎呦，你这么大岁数就不知道枪打出头鸟吗？哎，枪打出头鸟，你晓不晓得呀？爷爷，你在嘀咕干嘛呢？你还让不让我看电视了？你真让我烦。爷爷也烦，我好烦。你是不是想找家乐外婆了？对呀，爷爷真的想找家。不要乱讲啊，爷爷找家乐外婆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非得有事儿再去？你是不是怕家乐爷爷了？胡说，我怕他干什么？爷爷才不怕他。我也不知道你做什么推心事，跟灰太狼和红太狼一样丢人。哎，瑶瑶，你是爷爷的亲孙女，怎么老向着他讲话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爷爷我做的正，行的端，我谁都不怕。那要是家乐爷爷来了，你还敢这样说吗？
来了好啊，我还怕他不来呢。来了，我好好跟他理论理论。哎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好像我有什么理亏的事。哎，又是这个老师？谁呀？啊，不可能，他又不是曹孟德。说他是曹孟德。哎呦，瑶瑶！天哪，越不想看见谁，越看见谁。我去玩了。哎哎。哎，老何子，干什么呢？面壁思过，犯什么错误了？啊？我晓得是你，因为你这个人，一张嘴从来不吐象牙的。我提醒过你多少次，以后见了我的面不要叫老猴子，犹如我的斯文，要叫巩老师。好，好，好。哦，巩老师，你好。你的钱干亲家，来看看你，这总行了吧？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是从来不安好心的。不是你也不请我坐下？哎哎，搞错了，这是我的家呀。请坐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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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哼，我看出来了。你现在心情很好哎啊！你是志得意满，趾高气扬，小咸鱼你翻了一个小身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有话直说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说你这大知识分子，怎么一张嘴说的这些话，我就费解。什么叫费解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听不明白。我过来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过来好好的谢谢你。不可能的。你这个人从来都是损我，就没有谢过我。还是讲实话吧，到底要干什么呢？行，龚老师，那我就跟你讲实话吧。我就是过来谢谢你。你看啊，由于你错误的情报，搞得我亲家这一家子是鸡飞狗跳啊。我一想到这些事情，我就想揍你一顿。哎哎，不要乱来啊！不要乱来啊！但是我听老陈说呀，哦，当他们家最气愤的时候，你是劝这个微微啊，这个魂不能离。你是劝和不劝分。对呀，掰开了揉碎了跟这个微微讲他的城破厉害。对呀，我觉得你这一点啊做得非常好啊，一般一般。通过这件事情呢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啊。是的，就是特别有道德的人。是的，特别高尚的人。是的呀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，还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。哎呀，所以说我今天特地过来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我跟你讲哈，你刚才那番话说的我很激动。当然我没有那么伟大，但是我也不那么渺小，哈哈。走，请坐，请坐。不是，我还要搞清楚啊。你这次来只是想谢我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哎，但是我怎么感觉你说话的这个样子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呢？哎，你看一看，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龚老师，哎，你这人是不贱呢？啊，表扬你，你毛骨悚然，起鸡皮疙瘩。那行，现在我就损你两句啊。我跟你说，不要损。你说谁喜欢让人家损啊？当然还是喜欢表扬了。啊，我的前亲家，不。现在我们也是亲家啊，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就掏心窝子跟你讲一讲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有错误。那件事情我其实我是很纠结的，我本来是不想讲，后来我一想我还是要讲的，后来我一想还是不讲的好，但是最后我没有挺住，还是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淑华是我的闺蜜。哎，我一直是为淑华他们家着想，当然为他们家着想也是为你们家着想，所以就是因为为两家着想 我才讲啊。当然这个后果出现了之后呢，我是不喜欢看到的啊，你们也是不喜欢看到的，大家都不喜欢看到的，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但是今天你能够来，倒是来谢啊。哎呀，我真的不，我有点语无伦次哈，我不知道用什么准确的语言来形容。当然我说的有点多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呢？啊，还有一件事儿。讲。明天早晨呢？啊，这个
那个什么 A 的鉴定就出来了。哦哦哦哦，你说你这个惹事儿的人，你不想过去看看吗？我一定要去的，我这次我必须要站在那里，我做一个公证，我给你们两家做一个公证。相信我好了。好，王老师，哎，谢谢你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谢谢。哎呀，请请请请，再次感谢。不客气。王东，这儿呢。我说啊，你们的亲子鉴定报告那个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奶奶呢？娜娜。妈，你看吧。我那个，我主要那个老花镜没戴，我看不太清楚，要不然你来。我不看。不是我没有，我老镜全花呀，传来传去的，我来。王东与默默侵权关系的第什么 A 鉴定检验结果 ，O A P， 这都是外国字，我也看不懂。哎、这个不应该拿着看，哎，这不写着呢吗 ？DNA 配型检测报告，配型人王东默默，配型结果。七项指标不符合，这我就说嘛，八竿子打不着。行了，这完全是误会吧？你看哪跟哪儿？这啊，那个，哎，真是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。那个我王东，我昨天就说了，我说我要那个请客吃饭，我饭店我昨天就订好的。那个，那没事了，那我们可以在一块吃饭了，对吧？没事了是吧？没事了，饭就不吃了。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吃吧。哎呦，儿子，哎呀，你走什么呀？你这小兔崽子，不是我这还有话跟你说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他干什么呀？他拽什么拽啊？他翻什么脸啊？我是长辈，你这个长辈做的也太差劲了吧？我怎么差劲了？他王东他是个男人，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他发点情绪不应该啊？那不是检查一下，不是大家都踏实吗？哎呀妈，你俩别扯了！行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啥事儿没有了。这个这顿饭呢，咱就不吃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啊。薇薇，我跟王东说好了，你们两个呢也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坐一坐了啊，换件衣服，找个好馆子，你们两个单独去吃去。哎，给他俩带去。你们吃，我是你们吃，我都跟他说好了，赶紧去。薇薇，倒吃啊。哎呀。摊儿老爷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个事情如果当初不是你多了一个嘴，你多管闲事的话，你说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就是你有时候就喜欢报道吗？对呀，你说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这是错的事儿吗？结果一出来，哇，好惊喜呀！啊，真是喜事啊！哎，恭喜啊！什么也不至于，啊，就是说坏事没有发生，对吧？还是算喜事。坏事没有发生，那就是大喜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你啊，这次也得稍微的反省一下。你说这次我们不但错怪了王东，而且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是不是？你让他。面子上多难看呐，对不对啊？男人是要面子的，他就是再生气，咱们也得理解，对不对？我们做错了，
还欠他一句道歉。干嘛？我长辈啊，我怎么跟孩子道歉啊？长辈怎么了？我们平时是怎么教家乐的呀？大人犯了错也得给孩子道歉，是不是？我们得以身作则。老陈，听你这一席话，你在我心中的这个地位蹭又上来了。你真不愧为是每个月拿国务院津贴的。我跟你说，这100块钱不白拿。行了，你边去吧，道什么歉呀？是哎，亲家母，对，不用道歉，不用道歉。大人，就说着。只要东子跟薇薇好好过日子，那比啥都强啊，是不是啊？这倒是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什么，我做饭去，弄一桌子好菜啊。等着啊！我还行，哎，我去拿瓶好酒。喂，家人，咱们仨好好喝一个。哎，他们在高兴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他们的情绪啊，真是太不稳定。哎呀，幼稚，太幼稚。因为顾青。那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离婚是你提出来的，这一天我想了很久。既然你想求人得人的话，我成全你。你别废话了，我跟你离婚是因为你出轨啊，是怀疑你有私生子，你对不起我。我的理由放到哪儿都有道理，你呢？你为什么？你真的出轨了？你看吧，到现在你还是对我这种态度。因为说实话，咱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没有找一个机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。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跟你说。说实话，我其实挺感谢你，也感激你的家人，能够让我留在上海，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去实现自己的理想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们给我机会的这种姿态实在是高高在上，压得让我喘不过气。什么意思？这跟你要离婚有关系吗？我记得我当初想过，我在毕业以后呢，想找一个工作，能够在上海稳定下来就好。之后遇见你以后，我选择了自己创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想给我爱的女人，能够让她过上更幸福的生活，同时也让你的家里能够看见我，他们找的这个女婿没有看错。所以以后在你们家里呢，包括你的那种优越感，你父母的那种优越感，我都可以忍受，甚至是你父母对于我家人的那种冷嘲热讽，我也可以忍受。但是说句实话，当你们在我面前那么无所顾忌在说我父母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。我在告诉我自己，我说薇薇他们没有恶意，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南北方的这种差异。但是你知道吧，当顾青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我觉得这种习惯还有这种差异真的很可怕。说实话，薇薇，对我有过信任。信任是什么？信任也是一种尊重，对吗？想说的话，你跟我翻旧账是不是？你说我们不尊重你，不尊重你的家人，那个呢是我们，我们没意识到。但是，我跟我爸我妈
那是拿你当自己人。我们有话直说，不这么多年都过下来了，你也没有说过别的呀，为什么你现在你觉得泰山压顶？你早干嘛去了？顾青的问题你说我们不相信，可你自己想想，我有没有给过你机会？是你自己没有把握好机会，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。对啊，为什么总是一次次都是你给我机会？为什么都是我要把握住机会？我是什么啊？说实话，七年了，我这个上门女婿在你们家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觉得他像一面镜子一样照我，让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我有多狼狈，多难看。因为你知道，当你越走越远的时候，我不是不想去追你，我追不动，我累了。我是一个人来的，我也会一个人走。我净身出户，至于家乐的抚养权，我也从来没有收过。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应该是请求吧。我父母年纪大了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后半生最大的幸福，应该就是他们的孙子。我请求你每个月能够让他们见一见家乐，也算是满足一下他们老人的心愿吧。谢谢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王东，离就离，但是你给我记着，离婚是我们家提出来，由不得你在这指手画脚。是我陈薇薇主动要跟你离，苦的辣的酸的甜的醒着痛着悲伤到快乐，爱是回忆的我。行了，我奖励你。好。哎呀！
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妈妈，妈妈！哎呀，我干你！薇薇回来了，妈妈！哎，爸爸呢？薇薇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哎，薇薇，东子呢？你爸，你别看了，王东没回来，都在的话，我就跟大家说个事儿，我跟王东，我们两个决定了。我们协议离婚，啥？啊？你在眼睛里种了一棵树，我在你的怀抱里找幸福。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。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，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脚步，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，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